他是推理能力异于常人的总督察，是人为因素造成的。他是智商超群的法律界强人，我尽我最大努力帮我委托人争取公义，你认为这是蛮没良知？情理与法理的较量，如果你真的犯法了，就肯定逃不掉，到时候看怎么判。两雄对垒，破局揭秘，一切都是你设计好的。要对付一个人，不是只有法律这一个途径。我就不信这个游戏你能赢。火鸡办大事，10月8号起，晚上9点八频道。从10月4号起，你也可以在 Mi Watch 免费学习选看华语和粤语版的《火鸡办大事》。